好，现在介绍一个不需要插变压器就可以启动的一台电脑 BPIM1。 之前我们都要接一个变压器，那我现在个人测试到，我把这个 USB 设备插在这台没有开机的主机上面，好，没有开机的主机上，我只要把它插上去。好，这台 BPIM1 就已经开机了。好，开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电脑就已经起来了。原来只要一个 USB 5伏的一个电量就可以让我们这一台 BPIM1开机成功，正常运作，这是意想不到的一个状况。这一台应该将来有非常非常大的可用之途，相当相当的省电。